大家好，我是诛仙手游项目组的制作人。这款游戏以同名仙侠小说《诛仙》的神话故事为背景，沿用诛仙的端游设计，让诛仙 IP 粉重温当年的情怀体验。我们也还原了端游和原著的每一个剧情，讲述了鬼王想要复活兽神并颠覆青云的故事。玩家可扮演焚香、青云、合欢、鬼王、天音、灵气、鬼道等门派，与张小凡等主人公一同粉碎鬼王、复活兽神、颠覆青云的阴谋。诛仙手游不光是一款游戏，更是承载着很多情怀和回忆，所以我们力求把它做到最好，不让玩家们失望。